在武汉远征的时候，下班以后正好下午成绩考研研究生成绩出来了，然后下午查了一下，然后这个成绩应该能过国家线，然后现在到这边来，然后就让家里把书通过同事递过来，然后在这边看书啊，就是准备复试的。去武汉以后，然后又看了一些报道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场所是方舱医院，方舱医院里面主要是轻病人，我们一看了其他的报道，包括好多老师，以前的教学老师啊，都在那个 ICU 里面抢救重病人，感觉到自己能力还是有限，想进一步提升自己，能更好的为其他重病人服务。